chart's a couple of months old, and if you want to really see something that said, take a look at what happened. Oh.特朗普遭枪击的事件，舆论正在发酵，所有的媒体都在头版头条，然后延伸分析，给出时间线，给出各种细节。特朗普的耳朵出血，现在已经搞清楚了，耳朵怎么出血的？耳朵是因为特朗普他演讲台子前面有一个我们大家看不见，特朗普能够看得见的一个隐蔽的最先进的叫提字器，上面有玻璃或者有机玻璃，这个玻璃或者有机玻璃被击碎之后，它那个玻璃片啊划伤了特朗普的耳朵，但是划伤之后流了这么多血，这也有点超出人们的预计，因为那血流的实在太多了，并且从嘴里面都渗出来。这些细节不断地披露出来，人们对这事儿有兴趣，甚至人人都怀着福尔摩斯的心态来猜测是什么人干的，哪个角度干的，什么枪干的，是 AR 啊还是卡片枪啊？关于这个议论的细节就越来越多了。但是我比较关注呢，枪击事件对特朗普选情的影响。这期我想从这个角度跟大家做一点分析。民调结果，特朗普本来就一直遥遥领先，在各个州领先，在过去民主党这个常胜的州里边，特朗普去演讲过之后也是万民欢腾，然后呢一片滋啦巴啦乱叫，特朗普只要是有人多的地方，特朗普那个人来疯的性格就能把现场的气氛点燃。这跟拜登的中规中矩老天巴地的吭吭哧哧的演讲效果全然不同。但是后来呢，后来大家注意啊，在奥巴马等民主党大佬的强力加持之下，情况有所改变。前几天两个老头比分居然差不多了，公开辩论之后，本来拜登那个糟糕的表现啊，那个不知所云呢、啊、那个嘴唇在动但是没声，或者嘴唇在动有声别人却不知道呢，这老头说的是西班牙语还是埃塞俄比亚语，反正不知道他说什么东西，还有他的手的动作也让人觉着他是似乎跟我们不是在同一个世界，他那个还有另外一个世界，他还和别人打交道。总而言之，糟糕的表现让民主党内的一些人也认为，哎呀，太丢人了，这糟老头子实在拿不出手，劝他退选的声音一直不断，而且有增强的势头。可是拜登的民调结果呢，在有些州拜登支持者依然表现出比较顽强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说拜登呢和特朗普不相上下，各有长短。拜登尽管表现到这么糟糕了，依然的民主党内还有一种力量支持他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子弹飞过来，而且不是一发，前面两发是精准射击，哒哒哒。后来哒哒哒哒哒哒，乱枪开始打了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特朗普出来演讲了，他眉飞色舞，口若悬河，而且身体不停地晃动。二，特朗普出来演讲了，讲到最精彩的时候，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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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枪响了。第三，注意细节，特朗普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耳朵，然后蹲了下去。我一直想搞清楚，蹲下去之后蹲了几秒钟，有人七八秒，有人说十五秒，不知道，大家数一数。而且看不清是被保安拉着蹲下去的，还是他自己下意识的蹲下去的。他那个台子恐怕是有防弹的效果，要不然怎么会蹲下去？第四，特朗普再起身的时候，你看耳朵就流血了，鲜血淋漓啊，清晰可辨。当然，我们要特别感谢摄像师、摄影师给我们特写的镜头。现在专业分析意见已经出来了，大家都看到了吧？前三枪是点射，啪啪啪。如果不是前三枪直接擦破了特朗普的这个右耳朵的话，那按照现在我看越来越多的说法，就是说被打碎了的那个提词器上面的玻璃弹片，它呢擦破了特朗普的右耳朵，距离右耳朵一寸的地方，太阳穴啊，右侧太阳穴啊，那个自杀的时候不都是拿出枪来蹦啊，自杀往这儿，他现在这么一蹦就差这么一点儿，右耳朵上缘的这个骨肉都碎了，鲜血喷出灌入耳道，而且顺着耳咽管流入鼻腔和口腔。所以有人就分析说，这就为什么大喊 fuck， 几秒钟之后嘴角鼻孔流血。三个点射之后，接下来是六枪七枪连发，有可能是枪手看见打偏了气急败坏就来不及瞄准了，也可能是现场的警卫开火了，他瞄准没有可能，事实上没有可能。我特别注意我们军方那个枪械专家的说法，他说呀，如果这个是 A2 步枪，特朗普命太大了，这概率太低太低了，因为 A2 步枪这个距离一枪爆头的概率是 99.999%， 但特朗普躲过一劫。有人说看起来这人呢要张扬一点，说起话来手舞足蹈，然后摇头晃脑，可能有好处的。别说我还真有说话就摇头晃脑的毛病啊，是摇头晃脑，我这椅子能转还扭动，一个有好处，关键时刻他能救命啊。特朗普真是命大呀，这是大家都看到了，在画面里清晰的看到了，是吧？特朗普命大，大家说特朗普遭此一劫，选票是大涨啊，还是另有玄机啊？大家说美国选民，就一般的美国选民而言，出了这事儿以后，他们是更支持特朗普了，还是支持特朗普对立面的那个老头呢？我说说我的看法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特朗普将赢定这场选举。大家想想，我们台湾省陈水扁玩那么拙劣，子弹擦肚皮儿居然都有助于陈水扁大选。陈水扁阿扁在本来很困难的时候，突然间选票暴增而赢得了台湾地区的选举，没那两颗子弹他哪有这戏啊？特朗普支持者悲情之下，必将更加疯狂地拥趸他们的偶像，而那些中间选民也可能会因为凶手的卑劣行径而选择 Trump。 有人在网上发一张照片，是川普和安倍正在握手，安倍呢谄媚的笑着，特朗普呢做出一副呢假兮兮的笑，特朗普的这个黄头发和安倍的黑头发形成鲜明的对比，特朗普侧着头，安倍的大脸整个脸较为正面的都在摄影师的拍摄之下啊。有人在下边给加了注释，说你比我幸运，祝你这次选上。第一时间当枪声响过之后，就有人说那枪声响那么多声，特朗普能躲过一劫，只是耳朵受了伤，子弹可是不长眼睛啊。作为背景的那些观众，说不定哪个人就挨了枪了。果不其然，现在消息出来了，集会观众中有一人死亡，两人受伤，这个事件被定性为暗杀未遂。另外最新的消息来了，枪手身份已经曝光，是一名已故的白人男子，已故就打死了，他使用的果然是 AR-15 型半自动步枪。联邦部门正在追踪枪支来源以及确认的枪手身份。特朗普表现出特爷们儿，说将在接下来的共和党大会上继续出席，继续演讲。特朗普团队说了，确认特朗普状态稳定，继续参加共和党大会。美国总统拜登谴责了枪手，表示很高兴特朗普安全无恙，并感谢特勤局的工作。他强调美国不会容忍此类暴力行为。最后请大家看一张照片，这张照片拍的是桌子底下，特朗普趴在桌子底下的时候呢，也能够被拍的照片，特朗普脸上流着血。有人就是看到这张照片说让他想起了耶稣基督，这是特朗普的追随者。特朗普因为这件事情会选票大增，因此而在11月大选当中成为下届美国总统吗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感谢各位收看，再见。